快路斗紧中间爱马剑，外边雷霆战区上紧嚟，再后一阵嘅马出边行进宝区啊，最后一步。百米到啦，埋边锋芒快路斗紧爱马剑啊！雷霆战区上紧嚟，最出行进宝区，最后五十米中间雷霆战区，外边行进宝区挞着咗，接近终点，外边冚上嚟。呢只咧行进宝区好有机会终点前咧，将内闪嗰只雷霆战区赶过啊！第三名系爱马剑，第四名系锋芒快路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场赛事呢只行进宝区佢都系叻仔过一只醒目在林噶啦，都系识赢啊！外边冚上嚟扫晒。雷霆戰區跑第二、第三名，愛馬劍第四名係嗰只鋒芒快路啊！真係同阿潘頓好夾檔嘅啦，不行進寶區啊，合作五次三 win 一個第二，今次後上贏埋，跑第二雷霆戰區，第三愛馬劍，第四咧鋒芒快路。頭大勇啊，萬人追啊，一路。步数内仲有呢个华中宝啊，同埋呢只咧就系标青噶。好啦，转翻入直路嘅时候啦，前面咧见到呢个拣得好，俾两步接连咗个零身位啊。中间开始立上嚟嘅马匹有灵光七号，同埋呢个就系华中龙啊。埋边咧就系呢个名蹄金波打落麻麻地，中间反而上咗嚟咧有喜在心头，同埋呢个大勇啊。接近终点之际拣得好咧，几乎一放到低，但系呢个时候见到灵光七号同埋华中龙一对杀紧上嚟，终点前一步要影相啊！拣得好就占先车少啊，第二名咧就影相啊，华中龙同埋灵光七号啊。结果呢场赛事拣得好，睇下到唔到啦。咁啊，一放到底，但系呢个时候见到中档蓝帽嗰只咧，就华中龙压落去，外边灵光七号啊，等紧位啊，仲有呢个富有心得啊，中档嘅位置咧，先见到。冲劲宝啊，外边咧就系呢个拳勇进噶啦，入直路嘅时候咧，一对长胜咧占先噶，咁啊埋边就系呢个长胜福将，中间咧就系长胜崎岖噶，咁啊呢个时候咧见到时代明星内栏一侧咧侧出嚟，咁啊中间追跟上嚟噶啦，入边摄上嚟，仲有呢个富有心得啊，外边杀上嚟就系呢个劲力宝提拳勇进，接近终点，富有心得喺埋边过咗时代明星啊，富有心得赢啊，时代明星第二啊，第三名好几啊马需要影相啊，有劲力宝提啦，同埋埋边嘅红裤子都系好接近噶。咁啊，結果富有心得狀態就真係好好啊！不過今晚呢個馬房嘅馬就麻麻地，咁啊，但係換嚟一個好好嘅分頭啊！富有心得時代明星第二、第三勁力寶提啊！陳金剛喺度等緊位，愛蘭衝只粒幾凌厲嘅咧，仲有呢個就橫掃地球帶愛蘭上嚟啦，仲有一啲就係發威嘅。前面有唐天星喺度力鬥緊，國富加強，愛華掃地球一路衝得好勁啊！中間仲有神鑽金剛入邊，仲有嗰只德勝之星啊！呢個前面嚟講依然領先嘅國富加強同埋橫掃地球啊！神鑽金剛一路仲係頂住入邊，陳嗰邊仲係揾緊位嘅。而係神鑽金剛叮噹馬頭就鬥緊呢個橫掃地球，一齊初中都好接近噶，兩隻馬就中咗影相。第三名咧就應該就係影相，亦係神鑽必必同埋國富加強嗰啲馬噶。嗱，好接近呢個賽事要影相嚇，橫掃地球就外邊，入邊就係神鑽金剛。中间唐果之星啊，嗰啲骑落去就好似反正今次麻麻地啦。入边德胜之星，入边仲有神驹必必，中间仲有国富加强。哇！你睇一二三四五六只马斗埋一嚿，呢个细就好似横扫地球过咗，但系神钻金刚骑埋嗰两步顶唔顶得住啊？哦，好接近噶咋，叮当啊就真系。今日及落上到嚟第二位嗰就系千金马富万佳外栏嘅第三，然之后跟住就系神奇孖宝。咁再后啲咧，跟住先至见到天威就开始上嚟咗。红哥红谷即系入边仲有天龙区啊，咁再后啲跟住仲有就系真好彩，后边仲有花旗勇士啊，有份量啊吓，象神二号啊嘛。前面嚟讲咧，约博仲有呢个三百零位左右带头，而家见到富万家第一只突咗位啊，拍咗一齐，仲有千金马，后面追紧上嚟见到红谷啊，拍咗一齐，仲有天龙区啊，带过嚟上嚟，而家见到象神二号嘅。前面嚟讲富万家就越骑啊，后面象神又逐步上嚟追佢，带过嚟，而家上嚟仲有红福好运嗰啲嘛。富万家始终系超班分子嚟嘅，富万家跑第一，跑第二名象神二号，跑第三名就红谷噶。松跑至尊啊，嗰啲马嘅好啦，转正弯要入正直路，前面风头依然仲系粉骏放出嚟开上嚟追佢，见到威霸龙啊，系咪揽啊揽啊就系星象，后面上嚟仲有德胜非凡，然之后仲有大唐勇将，咁啊再后啲跟住先见到红山福将啦，然之后外边仲有松跑至尊啊嗰啲马嘅，有冇仲有百零马咗？前面第一只突咗嚟，见到星象突咗嚟啊，开上嚟追佢，见到大唐勇将，外面上嚟见到仲有首骑士大外栏先至系红山福将嘅，首骑士就斗紧呢个大唐勇将，首骑士啦，大唐勇将跑地跑第三名，星象跑第四名，德胜非凡。第111场出赛首骑士赢马1111啦，真系啊！十四档一个赢，首骑士跑第一，大唐勇将第二，星象第三，德胜非凡就跑个第四嘅。唔信啊？赢埋啊！搵个拍宝，
大龙用咗呢个智勇非凡威力同埋呢个京山玉质出去外边噶啦，入边做呢个白少后多小千嗰啲常型嗰啲嘛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见到两个马斗紧啦，埋边骑横小枝，中间咧就系呢个全。德威啊，再喺后面嘅马咧，仲有呢个龙腾骏马中档打冲锋，就系呢个太平洋啊！再出边有京山玉啊，中间野蛮啊，入到最后百零米啦，前面见到透出嚟咧，就系呢个全德威啊！中间追跟上嚟嘅马有太平洋啦，外边就系京山玉，再入边奇宏超之接近终点嘅时候啦，外边京山玉一涌过晒啊！第二名全德威，第三名系威力啊，第四名要影相啊！咁啊有龙腾骏马、太平洋啊，入边奇宏超之几只马都系接近嘅。咁啊，結果呢只全德威咁啊，係呢只馬河亮馬房今日淨係用呢只黎海榮啫。但係終點前一步啊，俾嗰只京山玉喺外邊冚咗上嚟啊！中間第三名都近㗎，有威力啊！咁啊，龍騰進馬嗰啲馬。跑符人嘅位置啦，前面放头见到入边嗰只嘅武士精神，中间嗰只嘅龙马精神，然之后上到嚟就系爱慕线啦，后面上嚟见到仲有高分贝啊，但系都见到就老班精神，然之后入边揾嘅位仲有赤胆雄威啊，然之后先至系飞跃星河，后面仲有太平洋啊嗰啲马，前面领先少少中档位置嗰只就系爱慕线啦，后面上嚟追佢，见到揽下揽下嗰只啦，就高分贝，但系总之见到仲有太平洋，中间仲有老班精神嘅，越骑越有嘅，依然仲系高分贝外面太平洋，三排两倍又上紧嚟嘅，太平洋就斗紧高分贝，太平洋跑第一，高分贝跑地跑第三名，爱慕线跑第四名，老班精神，太平洋年纪大咗啊，真系变咗烂地王啊，越骑越有啊！今次又俾佢突击得手啦！前面上海先锋放啦，自家威第二位啊，宝贝内兰第三，中间至尊飞飞出边啊，兴月直前噶，再后边嘅马咧就有呢个多欢腾伏住喺呢群马嘅后边噶，后边嘅马仲有黄帽仔嗰只咧就圣迪达啊，后啲内兰好精神啊，大外档揾翻先，劲飞驰都追紧上嚟。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啦，前面上海先锋啊斗紧呢个自家威啊，宝贝喺入边都挨紧噶啦，大外档上紧嚟嘅马咧，见到圣迪达中间有神殿同埋呢个多欢腾啊，斗到嚟最后一百米，上海先锋放咗出嚟咧，睇怕都好有机会爆啊，外边冚上嚟圣迪达逐步犀利，神殿亦都追紧，接近终点嘅时候啊，神殿斗圣迪达一齐影相啊，神殿机会大添啊，第二名咧有上海先锋，圣迪达都好接近啦，中间多欢腾。看来以为上海先锋都到口的了，但是神殿中间那几步立了上来，外面就升迪达，终点一步神殿啊，第三就要影响个几马都近啊。哇，神殿真的值得你多多敬拜他啦，是不是？十岁老马左右夹击都不够他来。啊，第三很近啊，看不到，因为遮了多欢腾的头啊。里面就是上海先锋。他的颈拧了下去先啊。好难看。是看不到啊。等这个评判去公布，你看埋个反镜。好刺激啊，可。好像上海先锋会到啊，那里都就来到啦，点知不是那些即是在。